而家又興翻踩 roller 嚟咩？香港人踩 roller 30年前係好勁好勁，就好似玩砌車一樣，對鞋要砌嘅。呢啲係咪容易啲踩啲啊？有啲玩花式啦，有啲就玩跳舞啦。最大嘅難度喺邊啊？最大嘅難度就係你肯去踏出第一步，唔驚咯。今天只做一件事，今晚7:30。